者詹香娜台北报道。偶像剧今年在线班拍场继流星花园后，15年前由何润东、陈怡蓉、邱泽如演的雪地里的星星也确定翻拍，昨剧组公布男主角之一将由沈建宏担任。沈建宏透露，九岁时被懵懵懂懂被妈妈带去参加该剧选秀，看到导演就害怕躲在墙角哭，虽没被选上却因此被制作人相中进入演艺圈，是影响他人生的重要作品。这次重拍能演出男主角让他相当期待。视剧描述女孩余生还画家项链，凄美爱情被誉为华语版蓝色生死恋，在当年逼哭不少观众。新版编剧由资深媒体人兼名作家柯志远担任。比起原版注重纯爱，新版将多添加现实考验及刻画。先前一度传出翻拍版本鹿晗、郑爽将加入担纲男女主角，制作单位昨否认消息，并透露原版人马未来也不会加入客串。甄选时看到许多潜力新生代演员，希望能给新人机会，将另外邀请重量级演员加入客串，期待带给粉丝新鲜感受。沈建宏成为雪地里的星星男主角，达腾提供沈建宏成为雪地里的星星男主角，达腾提供。